好难呀。没有，琪姐，都是小问题，真的，你只要熟练就好了呀。但是这个实际情况上面，就是你们跳跳双胞胎，我跳跳跳不知道哪来的收养过来的。嗯。再这样下去，再往前走一走，我就离崩溃不远了。不会的，琪姐。因为人家两个人其实很优秀，那错肯定就是我在错，可是肯定是我做的不好，就我要承担这个责任，所以我压力特别大。第二次成团会和第一次有很大的不一样，因为三个人来分一首歌，就意味着每个人公摊面积很大。这个地方的时候停一下，然后再往。经过第一次公演以后，所有的人其实都比上一次都要拼很多。动大，动大，三个人里面一定。一个都不能错，你三个人可能不用唱得很齐，可是如果三个人有错一个，哇，太容易被观众发现了，完全时刻以100%紧绷自己。这条的话得改，因为至少要短蛮多，短到这。OK。哦，我就怕这个，你看他会打到我，我期待这一天来，又害怕这一天来，又哎呦那个感觉很难形容。觉得我说不定这是跟大家吃的最后一顿饭了。啊，可能这次人家不是记得我了，可能就要被淘汰了。啊，就要拍啊？没有化妆呢。耶，我不怕。什么东西啊？还有一个那么大的。还要给你切特写，把你每一个脸上的痘痘。切不到。打完。我边吃你边给我弄吧，不能成烟才好吧？啊，不要，谢谢。因为跟第一轮的歌不同了，我伙伴不一样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其他的姐姐们的舞台都很炸很燃，包括她们的造型也是特别的 open。 之前准备了也算是充分，临门一脚肯定要好好好好做好好踢。我们本来就是比赛型选手。对耶。我今天的期待就是全员竞技，我要赢。我的愿望就是被淘汰就行。两个不成器的团员，队长又要崩溃了。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那么我们最后再来测一次投票器，开始投票。我以前是看到人我会害怕的，可是我通过了第一次的这个公演，第二次我有一些不同的体会，就是原来我看到他们我会兴奋，我会觉得我必须干好。提醒，距离第二次公演开始还有15分钟，请参加开场舞演出的姐姐提前到standby去准备。我们再来一下啊！来来来来，以防万一啊！来来来，太可怕了！准备了，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现场倒计时4分钟，各部门准备。我从为什么才能上飞机呢？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录制倒计时15秒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。欢迎来到樊密林，乘风破浪的姐姐。有请成团见证人黄晓明。帅气无敌黄晓明闯进姐姐大本营，哟，他也会甩头了。冰花的 two 冲浪姿势快很准，敢问今晚谁会赢？冰花的 three 乘风破浪会有时，掌声欢迎黄晓明。无惧年龄就要赢，姐姐都用樊密林。欢迎来到由樊密林独家冠名播出的《
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次公演现场，谢谢你们。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依然是在网络上招募的500个浪花，500个女生们。在我左边的是我们30岁以下的后浪们，在我右边的是我们的前浪们，欢迎你们。那其实呢，乘风破浪的姐姐一宣布，立刻啊，网上就有很多的这个路透消息出来，说呢，小明的日子真的不好过，说小明参加的叫《小明历险记》。那我要告诉大家，其实网上说的呢，你们都懂的。所以呢，我只能请我的一个好朋友来帮我扛一下，有请我们的成团助阵人毕大勋。小明哥好，小明哥。哎呀，欢迎欢迎弟弟。不是，我看你这没什么事儿啊，平安无事的，多好啊。那当然了，我一点事儿都没有，我完完整整的，姐姐一点都没有欺负我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怎么那么多汗？你要是说了违心的话，你就眨眨眼。来来，坐坐弟弟。好像那个比赛，然后播报，有一种说相声的感觉。喂喂喂，好。各位芒果 TV 的观众们，欢迎来到乘风破浪的姐姐，一起见证乘风破浪姐姐们的精彩公演。各位吃瓜群众们，今晚我们将全程在舞台现场为大家进行事无巨细、明察秋毫的现场报道。比赛开始前，我们看到现场有3位幕后军师，他们是拥有绝对团魂的女团经纪人杜华，还有不眠不休每天都在为姐姐们排舞的舞台总监阿 Ken， 还有总是被姐姐要求把音乐改得千奇百怪、濒临崩溃的音乐总监赵赵。同时要感谢长沙市湘江公证处的严珊珊、刘丽萍，感谢你们20年超长待机的陪伴。好的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本场公演将由8位 leader 分别带领8个3人团展开排位战，排位前3的姐姐团将全员晋级，而其他团中观众喜爱度最低的4位将止步离开。让我们拭目以待24位姐姐的精彩演出。故作镇定，好萌啊！各位观众，乘风破浪的姐姐们，第二场公演正式开始。各位，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不背锅谁背锅，你不投票谁投票的小明历险记。今晚的第一团呢，其实各位听一下这个团的 leader 的名字就会知道他很劲爆了。是的，马上要登场的是，别紧张别紧张，哎，不是，我大胆大胆，张雨绮团。咋了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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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姐走这边，里面上去一下。上哪儿？坤哥怎么一回事啊？这次的表演呢，我们的琪琪子和坤坤子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挑战 rap， 他们的 rap 堪称洗脑神器，听一遍让你心痒痒，听两遍让你忘掉原唱，听3遍让你忘掉你自己。啊，小明哥，那你说这么魔性，那你听了几遍？我可是练习过了，来，全场安静。啊！我要的不是自嗨的游戏，我不说废话，轻轻的听。我做的不是表面的加把劲，这代表我的 competition。competition 啊 ，competition， competition。好，我们第一组姐姐已经蓄势待发了，张雨绮团的投票通道现在开启。哦，整首歌的投票时间。哦，开始就开启投票通道，你可以一边看一边投，边看边投。那我可不可以不投啊？第一组，可以啊。张雨绮团，让我们有请今晚公演第一组张雨绮团。
得你是个什么样的团 leader？ 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第一名的团长。江雨琦团和袁咏琳团表现较为优秀的是袁咏琳团。就我们三个的水平是不一样的，然后我们有很多时候不能只是顾及到感受的问题，要说还是得说。不能走，只是说好话。明明就是我没跟上，就是要帮着一起去纠正，一起去改。我也是第一次，好吗？大家都没有这种经验。我如果哪里做的不好，就告诉我。你用 jazz 和 rock 以及 hip hop 这条街，这不自然，不舒服。苏醒的早晨，灿烂的午夜。怎么看那么鬼祟了呢？雨琦，你在我印象当中不是这样的哦，应该是很霸气的哦。我们老大今天有点输，垮掉垮掉垮掉。我觉得啊，我觉得李诗和丽坤的表情 OK 了。哦，是吗？对，就这怎么说呢？老大，怎么说呢？啊，我看看再说嘛。哎，我不想练了，我累了。没事，琪琪姐，你困我再陪你练，就那些小细节给你抠一抠就好了。咋的？有家了。演戏演了这么多年，也没有这种情况，说这一条一条的怎么都演不过，气死我了，真的是。没有了。就感觉你所有努力看不到成果。然后你所有东西也没有进步，然后一直也没有进步，越跳越迷茫，越跳越迷茫，越跳越迷茫。我说，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拍戏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回放，我就是一个很自信，我都不看自己回放的一个人。我今天我每次看到自己，我从来没有不自信到我看我自己回放，我就真的我都不敢看。就好难看，喜欢就好了，你不一定。我是喜欢的，然后我就来到这儿了，来到这儿我不能一直这么差吧？没有啊，第一轮你人气很高啊，大姐，人气是人气，业务是业务，这是两回事儿好吗？人气高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你今你问他们，只靠人气站在台上虚不虚？虚，哪个演员不得手上拿上一两部作品，出得去，叫得出去？我是实力派，我才站在舞台上，我才硬邦邦。你说你只靠人气，你都不敢往前人前站的，你懂吗？就现在就是我的状态，我已经没有这种力量往人前可以站了，我已经没有这种自信了，我的就是我就找不着自己了，已经。你可以的，雨琦姐。你不要老说我可以，我怎么才可以？练，练了，再练，没有不行的。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不是的，我真的有点厌烦，你不要让我跳，我要干点别的行吗？现在好，我们现在不跳，我们待会儿再跳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你想干嘛就干嘛，你 happy is good。 走，哎呀，走啊，是真的，真是，你要有信心，对不对，坤哥？我把信心捡起来，捡起来。哦哦哦哦。